书伟搭配杨敬敏、曼尼高、苏世轩以及穆伦斯，厚度、机动性也都是跟着上的。往篮底下交，哇！的时候手腕受着伤，嗯，对，所以这一季开季比较慢打。哇！阿木单手飞扣，曼尼高大脚转移给到阿敏，三分线外。但是梦想家的球员已经退房了，曼尼高选择进来打烂仗，先非常有机会，哇！但是这一球跳得非常高，个人也有三次超前，杰浩其实已经有调。传高一点点的嘞，四秒，距离篮筐位置还非常遥远啊！这一次就上了火锅，大逼上来，可是他的进攻等等的，但他防守就没问题。这一次被点掉，硬打了 ，Manico， 哇，回给，有些危险，他帝王梦。上半场的比赛剩下4分18秒，穆伦斯，哇，不能放啊！又在这个位置，问题就是他一直在那边得那个位置，哇！曼尼高又把球抄到，前场一条龙的机会，那就是一个灌篮。麦卡洛球差点没有点掉了， 哇！这一次背后给球，前场又是一次快攻机会，把球抓着拿着，哇！曼尼高真的很积极耶，有创意哦，他点出这失误，曼尼高突然来个打板，5秒阶段，曼尼高外围出手，没人对上去，那就是一个三分，到20分的差距，进攻时间和比赛时间差了4秒左右。攻人其实你可以看见，哇，就是他从很远就过来抄这个球，他已经没进。对，哇，好啊！但是这一次转换攻击反而让苏世轩轻松拿下2分，又一拍再交出来 ，Manigo 外线投射，哇，砍进了3分。这步没跳起来啊，漂亮！这一次传球往篮底下掉，哇，结果这一球会点掉了。对的进攻，曼尼高。哇，这一次留后门又找到林书伟，个人第11次助攻，交给 Manigo， 简佑哲外线，麦卡洛脚步有些踉跄，又是曼尼高，哇，麦卡洛手真的很快哎，球，曼尼高拿到球在心脏地带抛一个没问题 ，crossover。球被抄掉，又是一次超截，第9次哦。曼尼高交给林立人，外线出手的机会，命中三。杨胜燕，哇哇，结果球又被断掉，哇哇，太扯了。曼尼高是完成了超截，所以刚刚已经完成大四喜了。数据奠定历史的定位再多一点。曼尼高杀入到禁区拿下分数，你看他的要赢球来说已经是时间上的问题了。是这个不止在联盟，我觉得你这个放到。我刚刚讲的，你放到亚洲好了 ，NBA 好了都太难了。曼尼高信心来了，拿着票，自己的数据，在历史上完成了了不起的成就。